那英为了教张柏芝唱歌，神情并茂，使用肢体动作，简直太好玩了。当当当当。当当当当当当，一定是这样的，无奈心碎全在那气口里。离开释怀，很短暂又重来。听张柏芝唱完，那英评价：你过得也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，谁都有不舒服不如意的地方，就一定要在短短的这几句里头，把那种阴阳顿挫，那种抓人回来再放手那个劲儿的，就那个感觉要唱出来。接下来大量的夸赞涌来，你知道你声音多美呀、啊，就那个哑哑的，特别好听。那个时候台下观众鸡皮疙瘩会起来的，这就是故事啊。来听听教学成果吧。离开释怀，哇，鸡皮疙瘩真的起来了。张柏芝说，那英给了他很多信心，是他的定心丸。